别的视频我都可以不要双击，这个视频能不能给我一个？这是我省吃俭用三个月才买了这只大木龙，得有10斤重。哇，疼死我了！哇，你看这钳多大，扒开肉看肥不肥。哇，天哪，能不能少我个双击？哇塞，太香了。哇，这可以扎手。宝贝们，喜欢的给个双击。